再多放点花。八节第九节时间，然后困难也很多，就是只能大家互相鼓励，然后一起加油支持，然后走过来。这是要那个骑几公里啊？这挑战很困难，我们就是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就可以骑完，算。脚会痛，有受伤，会受伤，常常骑到在路上会有障碍，会摔车，然后就是贴个纱布包起来，然后处理一下伤口，然后就继续出发，坚持下去，毕竟这段路还是要走，然后加油。阿米呢？你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？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有没有受伤？声音大一点，声音。大声一点。就是最大困难，在骑的过程中遇到上坡，然后每个人都很坚持的要骑上去。我有一次差点要放弃，但是看到那个。没有那个，不对，那个，然后我就坚持骑下。没有啊，那个以后留啊。